野兽种族有五个恐龙，可达鸭、松鼠、射手、蝙蝠、狼人、皮皮虾、骑士、巨蜗牛、妙蛙、粽子、孙悟空。兽人种族有大猩猩、骑士、蜥蜴、残暴者、狂暴螃蟹、牛头怪。Bella, you wanna go bang？这两个种族的区别是什么？我也不是很懂。但是每个角色的等级是有差异的，因为孙悟空的战斗力可以一挑五，所以呢，暂时搁置在一边。那就兽人种族数量双倍，野兽种族三倍吧。你们两个干嘛在贴贴啊？还要去阴暗的小角落呢？开始战斗！还是你们两个啊，十斤重九斤反骨啊，也不打架就往前冲。嗯？音乐怎么突然暧昧起来了？感觉这一场比赛是兽人必胜啊！倒脸了，我忘了蝙蝠是会飞的，可是牛头怪可以扔斧头上去揍他的。那就把蝙蝠和孙悟空搁置，兽人种族不变，野兽种族五倍。当我认为输出全靠后排的时候，前面的皮皮虾已经被大猩猩打倒残血了。看来这里还是有好处的，所以王者英雄我最爱玩首唱。对